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交代吴宗信。我今仔直接足欢喜哩 TEDx 台北，要向各位分享阮即顿中年阿伯的太空梦。各位所看到的这个第顶冠这个 paragraph， 其实是美国前总统60几年前，1962年，向美国 Rice University 向美国的大众宣布，伊要进入一个登陆的阿波罗的计划。迄阵伊内底有一句足重要的话，叫做 "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,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"， 就是讲这件代志其实是对美国来讲，唔是简单代志，是较困难的代志。即马我对应讲，你即马台湾的社会，台湾即马是其实是一个混沌不明，而且你产业界其实是大港观念为主，家己无自信心。我想，阮即阵中年阿伯应该做一寡无同的代志，所以我向各位宣告，阮是5年内底，阮拍算要进入太空。这件代志同款，唔是对台湾这个环境来讲，无遐尼简单，尤其是一件困难的代志，而且是即马一个未来足重要的一个太空经济的基础的工程。大家听我来讲故事。其实20年前，阮差不多1999年初，阮甲一般的人同款，阮去美国有一群朋友，其实。就去美国咧留学。其实阮读个大部分拢是理工，迄阵差不多要20几岁。然后，譬如像我伫美国个Michigan、Ann Arbor 伫遐读迄个航太工程。其实迄阵阮即辈其实是第一辈享受着 Internet。本来 Internet 其实是美国伫军方咧使用，差不多80年代个年底，甲放出来即、這个education 的大学内底开始使用。因为安尼，阮即辈因为即个关系，阮拢熟悉，因为一寡对台湾的前途的关心，大家拢变成好朋友。迄阵，阮有共同约束，若是有机会倒来台湾，一定要甲阮学的科技带倒来台湾贡献。其实拄好提供别个安排。10年前，阮其实捌一个足重要一个朋友，伊叫做陈岩生，即卖伫国家太空中心。其实迄阵台湾有要进行一个计划，叫做哈皮特。迄、那个其实是原住民的名叫 Harpies， 其实是伊的名叫做飞鼠的飞鼠吼。即、這个计划其实是拍算要用一个40的固态燃料火箭，要甲送入去差不多600公里，要送的是两粒大学所做的小卫星，差不多40-50公斤左右的小卫星。就是因为安尼，迄阵其实是我一个 email， 当甲邀请倒来，讲邀请是好听，其实甲骗倒来。伊其实倒来，伊迄阵的年纪跟我差不多。不应该讲吼，差不多50岁左右，伊入美国其实算相当有成就哩。阿拉巴马遐，阿拉巴马遐其实是美国太空诶火箭诶起源地，是蒙布朗伫遐从事诶研究。所以倒来了，其实阮即阵人开始着行一条无同诶路。各位看到即只行星，其实中迄条路啊足平，迄条吊桥为虾米要行？伊着行咧海南海去，即个南沙啊，动物界是安尼，我想人类。嘛是同款，台湾社会佫愈需要这款人。即各位若有了解吼，你若其实要进入太空，不管你要做科学研究，还是讲要做商业应用，还是讲要进入去个 deep space 做天文的研究，第一步就是爱把遮个仪器佮送入去太空。第一步就是爱有火箭。各位了解火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包括无同款的专长的人。所以呢，其实其中一点上重要的，一个主系统上重要的就是即个推进系统。你推进系统其实就是一个你安那控制这个爆炸的艺术。其实你大工拢有碰到这个艺术，拢在使用这个艺术。像你骑奥多麦来，啊是赛车去上班，你的引擎内底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这个爆炸的艺术。火箭内底即马上主要要离开地球的地心，这个 gravity 上重要是化学引擎。化学火箭引擎其实有三种，第一种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固态燃料 solid rocket， 伊其实伊的 TNT level 呢，差不多是TNT 就是啥，黄色的炸药，伊是相当的危险。伊说，那像你细汉的时阵有无？冲天炮，火药啊，你把这个 fuel 就是燃料，加你的 oxidizer 就是所谓的氧化剂，你把燃做火，然后你经过一个 cure process 变定的。这个物件上危险的是啥？你无细内离开，砰就落去啊！吼，这是危险的。第二，所以你一个点伊落去。第二项上重要叫做liquid rocket engine。这个液态的固态燃料，伊上好的是啥？伊其实因为伊两种，包括伊 fuel 跟 oxidizer 拢是 liquid， 拢是液体，所以你会当通过这个 valve 去控制伊的流量。你那像咧赛车同款，你赛车的时阵，你的引擎
你迄个油门甲拉无去，你就去加油，伊就驶愈紧，推力愈大，你甲放去，伊其实推力减少，甚至呢，你锁匙甲变落去，甲转落去，伊引擎规个定去。这种引擎同款，你即要运送卫星进入轨道的即个中上尾啊站，一定要用这种引擎，你才有能控制伊的推力，而且这种引擎呢。这个烧的这效率是上介好的，佮怪就是阮是要，我要，阮即马这个团队当咧研发的这种叫做 Hybrid Rocket， 甚物叫 Hybrid Rocket 呢？佮一个混合式，伊就是利用头前我介绍的这两种引擎的优点，伊的 fuel 就是伊的燃料其实是用固体，然后伊的氧化剂其实是用 liquid， 哦，像头前迄个 fuel， 你会当用普通这个汽车的树呢，啊是台湾足厉害的，射出新型的。即、这个热塑性的这种的塑胶，即拢会使。第二，你即个阿斯代者，其实你当用笑气，还是用一般的液态氧。啊，因为伊有笑气，有液态氧，这是 liquid， 所以你赶快来用 valve 去控制伊的流量。啊，既然你能控制流量，其实你能控制推力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伊变成甲液态燃料同款的好处，但是有一个足重要的就是。伊个 TNT level 是零，表示啥？伊完全甲炸药无关系，非常个安全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呢，我简单来甲伊总结，就是讲，即、这个混合式个火箭呢，伊一个有两个上大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伊个伊即个燃烧即性能相当个好，哦，比即固态较好。第二呢，伊安全性足高，所以呢，像阮即种大学个团队里头才敢做。其实我里头上惊是啥？半暝啊，敲电话。老师，是毋是爆炸？这是我上届无法当承担的一种责任吼。所以这种物件，互我足放心。啊，其实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，这个技术其实过去去用甲忽略去。其实差不多过去这十年哦，有发展一个著名叫做 Space Tourism。你若去 YouTube， 你甲 search 哦 Space Tourism， 其实五六年前开始就有一挂生意人非常 serious 咧举行这种的 seminar， 就讲探讨以后哦，在座可能有一挂好嘅人。以后开可能要去太空旅游，最近发生的代志，哦啊，其中上有名的一间就是Virgin Galactic， 伊使用的这火箭的推进方式跟阮一模一样，歹势，伊其实叫混合式的火箭，其实伊即马正在研发，这是叫做 Spaceship Two， 中文叫做台语叫做太空船二号，一张票其实是$250,000，台票750,000，其实根据我今年所看到一个报告，伊其实即马有500个人在排队。其实台湾已经有10张票了，其中第一张是台中赤鬼牛排的老头家，哦，这是我的了解。所以我希望我以后我坐的火箭当好坐，小可大话吼。啊，较怪，其实因为这个电子工业的进步，伊会当把本来遮尼大个物件，同款的功能缩加差不多10倍细，哦，对手机啊，大家都看会到。所以即马有一个哦，这叫做 emerging Earth Observation Market， 就是讲讲啊特别，就是从卡面啊。炸在卫星顶端，离足远，会当看足大片的地球的表面。大家看倒手边迄条直的线，迄顶端的数字一米三米，这就是这个卡面啊翕到的地面的解析度、解析度 （resolution）。平的这条线其实就是一天通过同一个所在的次数。譬如讲写五，就是一天通过五届。我估计咧，台湾有一条叫做 Formosa Two， 已经飞十一档啊，伊的重量差不多700几公斤，离880公里的轨道。伊一天经过台湾两届，通过地球14届。搁一粒较细，像这是几公斤？这条5公斤，这是美国一间公司，伊叫 Flag One， 伊总共要拍100几粒。啊，伊拍起的宽度就是甲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， 就是 ISS 国际太空站同款的宽度，差不多400公里。伊即卖已经拍20几粒去啊，不过真不幸的，前两届像 SpaceX 爆炸，跟这个 ULO 爆炸，伊结果无得去哩。不过因的失败就是阮未来的成功。哦，所以佮一件代志就是，大家看会出来，大家看就是你若地面的解析度，你会当愈好，哦，愈顶悬，然后正手平愈快，其实是愈细粒，因为愈细粒伊的成本会足低。我等下甲大家解说，这个所在是一个 Blue Sea， 哦，叫做蓝海。这 Blue Sea 的应用其实。唔是 Red Sea，OK？ Blue Sea 就是讲，大家拢有通去遐收水，啊，拢袂污染着。其实最重要就是伊个应用非常非常的大。我这是列出来，其实有超过20-30种。大家想得到就是农业，啊，是一挂啊，你有 disaster， 你有灾害的救灾，啊，是包括一个上重要，即个若有好嘅人，肯爱注意听。假设我今仔五中心，我有200几粒嘅细粒卫星，星群伫遐飞。啊，今仔 Jason， 伊是一个好嘅人，伊要投资1 billion。我其实有一间公司，譬如 Walmart， 伊伫美国有200-300间的 chain store，
但是伊虽然是公开的公司，但是伊的财报大家拢知影，即个当 massage， 伊的 cash flow 你让伊瞧，你看到不一定是真的。所以 Jason 可能就拜托我用$10,000，拜托我用我的卫生去控制，去甲监控伊即个200斤的即个 house 即个 supermarket。我看啥？我看伊的 parking lot 就好啊。我看伊的停车场，伊的停车的 pattern， 我差不多两点钟甲翕一张。我两个月后，我摕到这是叫 dynamic big data。哦，这不是你去 Google， 还是讲伊啊 database 买到？这只是你拥有这个足尖端的这太空科技的人，才能掌握到的一个资料。哦，我想生意人应该听我咧讲啥。然后，其实即马阁有一个足重要的概念，这是我今年初伫美国的America Aerospace America 佮提出来，叫做 VLEO，LEO 就是 Low Earth Orbit，V 叫做 Very， 就是你甲卫星放伫100到300公里，这过去拢是爱300公里以上。你甲想想，我若甲卡梅拉本来1000公里远，甲放来100到300的空间，有甚物好处呢？各位看过即个运动记者咧翕迄个远的时阵，迄炮筒，因为你要翕远的时阵，你的光圈爱你入来的光量爱够，你的 lens 就是你的镜片爱足大。大家知影镜片大的时阵足歹做的，哦，伊的 coating 也是制作足歹做。第二个好处是，你伫顶悬1000公，你遐悬的时阵，你抓到影像的资料，你爱传落来地面站。你若是愈远，你需要的power愈大。啊，卫星的介绍是正比伊的啥 ？proportional to 伊的 size 甲重量。所以你若咱个缩小，缩到差不多30公斤，哦，譬如讲伊的介绍差不多咱浪是30倍。譬如讲台湾的 Formosa 2， 伊其实开38，强要40。你若是会当伊家离这个100公里到可能200公里来运转，其实伊的介绍咱浪差不多有可能1亿到一粒。若是安尼，我赶快40亿，我能拍几粒？30-40粒。不得了，毕竟你20-30分钟，你就会当看到台湾。搁怪，其实你讲一个足重要的 key issue， 就是讲你若要切入这个市场，就是讲你只小卫星要去哩，一个足麻烦，就是讲即卖现有的市场根本都无载卡多，拢是20吨的拖拉机。哦，所以你100公斤的物件你要去哩，你根本20吨无可能甲你载。除非你捡捡的做货送，但是这有足歹的歹处，就是讲你爱等。第二，伊其实就是伊无通去你要去的所在，你若是搭便车。啊，其实根据一只可靠的这个研究报告，其实未来5到6年超过2000粒的这种100公斤以下的 microsat 跟 nanosat 的发射的机会。啊，其实我的了解就是，我拄只有讲过，你规个沙粒因的成本因的安全，佮啊你规个诶这个技术门槛上过关，所以呢，上届有法度介绍让加佮足紧能切入的，就是 Hyperrocket， 就是阮咧做的。我要告伊报告，就是讲，你即个拍100公斤以下，因为电子工业进步，哦，其实伊个市场非常非常的大。除了我头前讲的影像的即个 business 以外，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通信。通信呢，你可以拍天群，其实上有名的就是即马 OneWeb， 伊宣布要拍10万粒，要甲全世界甲 cover 起来。Internet， 这个时代要来啊，这太空经济的时代要来啊 ，personal satellite 的时代要来啊，吼。台湾变哪切入呢？其实所有的卫星顶管，其实顶管的起步90%拢是台湾做的。啊，这个我要来大家介绍，阮这个团队哦，这个 ARC 叫就是啊一个弧线哦 ，ARC 就是 Advanced Rocket Research Center。这其实是我总共有三个朋友，离3年前啊，伊捐款哦，交通大学我伫遐设立的，就是啊前瞻火箭研究中心。离迄时当时，阮这顿中年阿伯其实很大胆的，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做我们自己的火箭，送我们自己的卫星进入地球的轨道。这个团队我们叫做 HTTP， H 代表新竹， T 代表台南，啊 T 代表，啊 T 哥代表台南， P 哥屏东，大家都在 HTTP。 HTTP 代表什么？你是那像这个地图王是无限的，我来说真的， Space is no limit。 哦，这句话是真的。然后，其实阮是新竹有包括交通大学、国家太空中心，伫台北是台北科技大学，伫台南啊是成功大学，伫屏东是屏东科技大学。啊，其实阮的做实验的所在是伫达人林场的山底。其实，佮场景佮叫做20几年前，阮去飞去美国读册，佮加上一寡伫台湾的朋友，阮QQ做伙做提供白啊，真咧安排，阮的专长投下都是一粒完整的火箭，好，所以这无做对付起家己，好，所以阮即摆咧进行的计划其实是安尼吼，是叫做 HTV3， 阮拍算要伫明年
前半年甲伊发射到100公里以上。各位知影100公里，你看 Space Tourism 其实就用100公里，迄是太空的边缘哦。这是一个两节的火箭，这两节火箭差不多600公斤，啊，然后差不多45公分，会当甲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落来甲射起哩。然后伊的高度差不多有9公尺，差不多3楼高。这对阮这个团队来讲是相当相当的大。这是阮今年8月中，差不多2个月前哩啊，台北的国际航太展展出来的这实体，啊，其实嘛受到国际媒体相当的报道甲注意。这是阮其中一届的发射，这个发射其实阮这较早是讲较小型的，各位看会出来，要50-60个人，这看起来就是讲哦，除了你有好的技术啊。你有一个情以外，相当的你是那个团队，你一粒螺丝啊，一个肉出问题，你整个任务就失败。哦，这是我的经验。啊，因为要准备我明年的这个，对我来讲是足大的挑战的任务。其实我对5年前就开始进行一挂较中型的啊 ，Happy Rocket 的这个试射，有成功，当然嘛有足侪失败。这是我去年，这是我明年要发射的第20颗火箭，所有的飞行电脑推进系统拢在底。这定义的功能测试，我是啊，去年3月24日。啊，伊即个差不多40公分，啊，差不多啊，6尺半，差不多2楼高。啊，即个相当的成功，向太平洋伫屏东发射，因为伊成功，予阮足大个信心。所以阮过来要甲大家报告，阮所有物件完全是100%家己，真正100% MIT。我想这点足重要。阮对7、8年前开始，足细粒的，可能5公斤，也是无推力，一直爆炸，做到即摆已经做到接近3500公斤，就3吨半，会当塞一台细台的拖拉机。啊，这是其实上重要，就是这个，阮有足好的专利，即马伫美国当个申请专利，希望这个 Space 一个啥 Virgin Galactic 哦，伊会当来，伊刚刚要讲你免做啊，你来干买阮的引擎就好啊。搁过来托大家欣赏，这是去年啊，今年7月20日，这是阮明年第一只3500公斤3吨半的引擎来做实验的影片。哦，你若实现着，你会感受伊的威力。哦，你看一点一点迄个。叫做 Diamond Structure， 非常非常的水。迄丛树啊，本来是做一树叶的，去阮烧一个草的，一开始唔知啊。啊，其实讲啊，这我们要替台湾啊进入太空的能力，我们要发射，我们足清楚的目标是伫5年内要发射50公斤的卫星进入400公里的轨道。有，这是3节的 Hyper Rocket 的 Rocket， 有可能是伫海顶下，嘛有可能落地下。啊，其实台湾是一个足好的，大家认为台湾那时候甲太空是绝缘。我常常了也常啊讲，你头壳举起來，台湾就看袂到啊。啊，台湾顶端是无限的空间，其实台湾是纬度22度，伊足接近这个 equator 就是赤道。这地面的速度有一秒钟向东咧说自转，一秒钟有300公尺，所以你也利用这个能量向东边抗跨的太平洋发射，非常的安全。哦，这是一个足好的发射的所在。上尾啊，就是讲阮这段。台湾其实创造了阮这段中年阿伯的未来。其实阮就是中年阿伯要尽阮上大的力量，吼，阮差不多剩20-30年的奋斗，可能无，要创造台湾光明的未来，这是阮的意愿。到尾啊，想要一句就是啊，我想我这年纪的人，拢可能拢知影这John Lennon，少年可能唔知，有一句著名 ：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。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。一堆人做伙做梦，伊真正会搞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变成可能，想要甲各位宣告，就是，阮绝对无要放弃，要离开地球，对，感谢，谢谢。